要修一下。对啊，我觉得你修一下，我配一下。你修一下，我陪你修。不是啊，我不是啊。为了1月2号在小巨蛋全明星的篮球赛做准备，而且这算是我们第一次团练，有一点小紧张，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可以跟得上大家？但是看着布鲁斯还在缠胶带，我就放心了，跟在他后面打，慢慢打就好。有我垫底。哎呦，讲错话，这是第一次我们大家碰在一起。所以还不知道彼此的状况。其实今天应该就最主要来熟悉大家的打法跟习惯，还有这个默契的培养，还有我觉得很重要，真的很重要。可是我们今天该不会是跟那些那个这么厉害的打？可能吧。伯克林。该不会是跟这个大学的？大 UBA 嘛。UBA 嘛。冠军球队。但我觉得今天真的不要受伤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不要受伤，千万不能受伤，真的。不要。下来如何？刚命中率蛮高的，就有点超乎我自己的想象，有可能是球鞋的关系，或者是这地板特别好。刚刚下来连投了6球，加上1颗上来，而且其他颗有5颗是3分都进，有一点信心，开始有一点感觉。好了，我们直接先打一打，然后看有什么状况，我们再。再先打一打的意思是先跟他们打一打。好，来停来，就。这一节刚算就是投了一颗外线，跟一个快攻。我们都有拍到哦，帅哦，帅惨了。我刚有加速度，想说，他们好像似乎觉得我没有什么攻击性。好，那我就吹一节，哦，没有人跟上，太好，而且还好手有跟上我的脚，所以刚刚有放进。那目前队友，你觉得他们状况怎么样？大家都比想象的好很多，就是没想到第一次的配合就有一些基本的默契在，所以感觉第一场而已，所以呢。也是负责各自的区域啦，但因为我对他们也不熟悉，我要盯谁？我需要有一个，那就看，我就盯一个最准的。最准的。但如果他没有上场，我们就守区域。好。对啊，我觉得你修一下，我配一下。你修一下，我陪你修。不是啊，我不是啊。我也要加入。他排一第四，他快死了。而且他刚刚进攻也很紧。你在更衣，那我进了，后来他又回来，所以我又跑回来。但是你又阻绝他的3分。后面想说，正义换一下。对，但你又阻绝他的3分了。有。有啦，我觉得你感觉又回来了，应该比较对，比较多，感觉有回来了，那个出手的手感，但刚刚有一球我快攻，我太慢传，对，因为我已经有点到太底线了，就是有点可惜，不然那球加上，如果你的腰力好一点就放得进，我就是少了腰力，我这腰好酸哦，我腰快断掉了，那你也脸色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刚下来的时候脸色是白的，我刚刚在倒数第几颗的时候。我好想说，大家可以回放看一下，他到底有多喘、多拼，
真的很拼，正港很 man 的男人。结束的时候，所有工作人员都跑过来说：“这是你脸色怎么了？怎么摆到自己还没感觉，真的那么摆嘞？”对，我刚看，我真的觉得他比手机壳还摆。歌名叫做夜马桑，其实它就是我的英文名字叫 Emerson。 那为什么会有一首这样的歌存在？其实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这次算是纪念我的一段很棒的友情。这段友情已经有到现在，我还是跟这位朋友非常好，我们已经有快二十年的交情。我们是从一个篮球场上认识，他那个时候在美国，那我在台湾，他每年的暑假都会回到台湾，那我们就在球场上相遇。那时候非常娇小，两个矮个子，就是不太有人想要跟我们同队，所以我们就凑在一起。第一年打一打，开始有点默契。没想到他回美国之后，第二年的暑假我们又在同一个球场上遇到。没想到第二年、第三年，就这样每年都在球场上遇到，我就觉得哇，这样的就是缘分跟。就是在球场上的默契，就是很值得当一个朋友。我们就开始留联络方式，只要他回台湾，我们就一起出去玩，回我的海边的老家，带他去吃海鲜，带他去冲浪。那每年都会相约在暑假见面，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，好几年。我们现在还是很棒的、很棒的朋友。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太特别。如果我真的某一年的暑假没有去一碟打球，也许这样的缘分就会断在第二年或第三年。希望有这首歌来记录纪念你身边就是有跟我一样关系的友谊。现在所有在看这个 Vlog 的朋友，我觉得大家就放下手边的工作，再回来运动，就好好的 journey 可能很久不见的朋友，讲很久的朋友，跟他约了很久但是都没约到，我觉得不要再说下次再约了，我们现在就揪起来，好好在球场上拼一场，好好运动，好好喝一杯，好好喝茶，我迎来做伙哦。没有。练多久？以前就不会打球，都练这个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快死掉了。就没有办法思考，好好讲话。好，我觉得这样子啊，这样我们就要放松一点。